Hello， 大家好啊！今日咧就会教大家咧一首全城 hit 爆嘅，叫做 Mega Hit， 就系 Anson Low 嘅。咁我自己就好中意 Anson Low 啦。咁其实 Mirror 好多个我都中意嘅。咁呢首歌咧，第一次睇佢个 MV 咧，我就觉得哇，好有联想力啊！令我觉得呢个乐坛咦，好似有个新气象、新景象咁样，觉得好特别呢首歌，同即系一般个歌好唔同啊！咁同埋咧，有一個好消息咧，就係呢首歌咧係容易彈嘅，啲chord 容易彈，啲 chord 咧只係得四個嘅啫，四個咧你將佢不斷咁重複 loop 住佢咧，咁你就可以彈曬成首歌。同埋呢四個 chord 咧，仲有一個 chord 係相同嘅喎，咁即係其實你只需要學三個 chord 咧，你就可以彈到曬呢首歌啦。咁咧，首先咧就個 ukulele 就 tune 咗先啦 ，G C E A。系啦，呢个就系佢个 tuning 嚟嘅，个音就系 G C E A。咁我呢条系低线嚟嘅，你听到系低线。咁如果你哋系即系普通 standard 嗰啲咧，系高线嚟嘅，咁冇问题嘅，呢个效果差唔多嘅啫。即系只不过我有一个即系有少少有一条系低音嘅效果出咗嚟，咁但系其实唔影响嘅。咁如果你哋咧冇嗰啲夹嗰啲调音器咧，你哋可以 download 手机嘅 app 啦 ，Ukulele Tuner， 咁去 tune 翻呢一个音要啱嘅。咁啊，佢本身咧个 key 系是 D 嚟嘅 ，D 或者叫 B minor。咁而家我哋就彈 C 啦，彈一個最簡單嘅 key 就是 C key， 咁即係A minor key 嚟嘅，即係佢個相對嘅 minor key 就 A minor key。咁就如果你要彈翻原 key 咁樣點咧，你可以夾兩格啦，用呢啲夾，用呢啲 cable 夾兩格，係啊，你可以買個呢啲 ukulele 夾，呢啲叫變調夾啊，你可以買個 ukulele 變調夾。咁如果吉他嗰啲就好大個嘅，你用吉他嗰啲都得，但係佢好大個，可能會阻住咗咯彈嘅時候。咁你夾兩格咧，就等於佢個原 key 噶啦。咁不如我哋就開一個簡單嘅 key 啦。咁我哋而家 go through 下啲 chord 係有 F chord、G seven、A minor、再 A minor， 係啦，得四個 chord 嘅啫。咁 F chord 咧就係2010，係啦，用中指食指，係啦，2010。好，咁跟住咧有個 G 七咧就係0212，就係中食無名，係啦，最高嗰隻數係中指食指無名。咁你記得斜出去喎，因為如果你咁樣垂咗落嚟嘅話咧，就會撳得唔好噶啦，佢就會突咗出嚟啦呢度。咁所以咧，儘量你撳嘅時候咧要撳近條鐵啊，即係因為一格係好大噶嘛。咁你咁大，你究竟撳邊咧？你撳近呢條鐵咧，你可以慳翻啲力，咁咪撳一撳。撳完其實係一個三角形嚟嘅，咁你就斜向出去，咁就 OK 噶啦。咁最後一個 chord 就非常之容易啦，就係、是、A minor， 就係2000，用中指 A minor， 一定要用中指喎，因為咧我哋之後咧會去 F chord， 咁我哋加一隻手指就係 F chord 啦。咁所以個 A minor 一定用中指，就唔好用個食指，用中指撳，咁就會方便好多。嚇，啲 chord 就咁多啦。好啦，咁而家講彈法 ，chord 已經學完噶啦，咁就係咁簡單噶啦。咁個彈法咧就複雜啲咯，嚇個彈法咧就因為佢唔係話咁正規咁樣嘅個拍子，佢就係有啲 upbeat 嘅，咁令到你聽起上嚟咧就因為有 upbeat 咧，你先至會好想跳舞啊嘛。咁如果佢係好規矩嘅，咁你聽落你就冇咁想跳舞啦。咁所以咧，其實咧呢一首歌係個重點係邊度咧？唔係個 melody 喎，又唔係啲音喎，咁而係個節奏啦，個節奏先係重點，因為你要聽到呢個節奏咧，你先至好想咧跳舞嘅。好啦，咁嗰個節奏係點樣咧？個節奏咧就係有少少複雜嘅啫，但係又唔係超難嘅，我盡量咧將佢簡單啲噶啦。咁咧個節奏咧就係一、二 and 停，四拍嘅嚇，通常啲歌都係四拍噶啦嚇。我重複一次，一、二 and 停，四。即係冇咗第三拍嘅，第三拍咧你係唔可以出現有任何聲音嘅嚇。一、二 and 即係第二拍咧，你要彈到兩個咯嚇。咁第三咧就冇嘢彈嘅啦。咁第四都要彈嘅。好啦，咁我點樣去呈現呢一個節奏咧？咁我會係點樣彈咧？我個彈法係點樣咧？我會係咁樣嘅。咁我而家整走啲聲先，係啦，咁啊整走啲聲先。咁我咧就會咁啊，一。二 and 停四 ，OK， 再聽多次咯喎，一、二 and 停四 ，OK， 嗱，一係彈，二係拍彈，拍彈咁你咪有兩下咯，拍彈係咪？咁你咪二 and 已經係呈現咗出嚟啦。
咁三就停咗佢啦，你唱就得啦，停咗佢，唔需要彈。第四咧就係拍。咁變咗咧，有個口訣，個口訣咧就簡單啲，可以用口訣，就係彈拍彈拍，係啦，彈拍彈停拍，彈拍彈停拍。咁即係唔要個停啦嚇，彈拍彈拍，彈就用手指公彈落去，拍就咁拍呢度啦，拍完就再彈。我建議你拍嘅時候唔好拍咁低喎，你拍嘅時候咧，你最好一拍嘅時候嘅手指公喺上面，咁你咪可以彈埋落嚟咯。即係拍你唔好拍呢度，係啦，我好長氣嘅，通常都重複講。拍一重要嘅嘢係講三次啊。咁嗰個拍彈係點咧？係拍。拍的時候你的手指公是 ready 在這個位置，然後順便落下去，那就一次過做到兩件事了，就拍彈拍彈，第二拍 EN EN、啊、其實我不知道大家明白我說什麼我希望大家明白，我盡量可以講得清楚一點。好了，即是好了，再講一次個口訣了，就是彈拍彈，你記住有個停位，那個停位比較耐嘅，彈拍彈拍，彈拍彈拍。如果以打鼓嚟講咧，就係嘣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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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係啦咁樣。咁你哋可以自己練咗呢個節奏先。好啦，練好咗咯喎，咁我哋就可以加埋啲 chord 噶咯喎。好啦，咁而家加埋啲 chord 咯喎 ，F chord。彈拍彈拍 G7， 彈拍彈拍 A mi， 彈拍彈拍再 A mi， 彈拍彈拍。Okay， once again， 嚟多次。F chord 我慢少少啦。彈拍彈拍 G7， 彈拍彈拍 A mi， 彈拍彈拍 A mi。系啦，咁一定要練好曬呢四個 chord 先喎，即係唔好咁快開始又彈唱住喎。咁你 loop 住佢，首先慢慢去試咗先，係啦。咁咧，我就會教咗個 chorus 先嘅，因為 chorus 好似容易啲喎，係啊，好似開頭咧好快咁嘅啲字，咁所以我會教咗個 chorus 先。咁咧佢就會點樣咧？就變咗。哦哦哦哦哦哦，輕鬆比激烈更好。哦哦哦哦哦哦，應該保守與坦露。係啦，咁咧第四拍咧，佢第四拍拍嗰下咧就喺個句尾嗰度嘅。嗱，例如咁啦 ，F chord 慢啲先。哦哦哦哦哦哦，係啊，第四拍就係最後個字嗰度啦。G 七，輕鬆比激烈更好。咁樣好啦，咁我兩句咯喎。哦哦哦哦哦哦，輕鬆比激烈更好，係啦。咁咧就係哦哦哦哦哦哦，輕鬆比激烈更好。個烈嘅就係個 end part 啦，激烈就係個 end part， 個好字就係第四part啦。唔知搞得清唔清楚？我盡我能力，其實有啲難教。好，跟住咧就繼續落咯喎。哦哦哦哦哦哦，係啦，一係句尾嗰度拍啦，重複啫，係啦。跟住都係 A minor， 應該保守與坦露。個與字咧就係 end part 嚟嘅，係啦。個露字咧就係第四拍拍嗰下。OK， 咁我重複一次。哦哦哦哦哦哦，輕鬆比激烈更好。哦哦哦哦哦哦，應該保守與坦露。哦哦哦哦哦哦，情歌怎麼寫沒有譜。哦哦哦哦哦哦，從和弦或亂撞裏探討。係啦，咁 chorus 咧，呢個係個 first chorus， 佢仲有個 second chorus 嘅。咁呢一個 chorus 咧嘅下半部分咧就係咁嘅。哦哦哦哦哦。情歌，情歌先至落第一拍個歌字。情歌怎麼寫沒有譜，係啦，個沒字就係個 end part。情歌怎麼寫沒有譜，
普字就是第四拍。好好难讲呢、這个，跟住继续啦。和哦哦哦哦哦，从和弦混乱状里探讨个状就系个 M 拍啦，探讨个土字就系第四拍啦，系啦。OK， 好，咁而家讲埋嗰个 second chorus 系点样咧？那个 second chorus 咧就系、是、boom boom boom 嗰度噶嘛，咁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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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嗰度咧，我哋就快弹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平凡一切。妄想哦哦哦哦哦哦，我哋就咁样弹。其实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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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咧，你可以用翻即系头先我最初教你嗰、那个即系嗰个弹奏方法啦。不过我呢度改咗，即系我想 boom boom boom， 我想去劲啲，咁所以我就跟住呢字 b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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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到个倒字就系第四拍啦，就拍啦。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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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令平令个零字咧又系第四拍，咁所以就拍。啊！嚟多次啊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噼里啪啦一齐妄想哦哦哦哦哦哦，一齐妄想哦哦哦哦哦咧，就系头先一样啊，冇变嘅，即系用翻之前嗰个一齐妄想，系啦，个 end part 就喺个齐字同个妄字中间，要留意翻一齐妄想，系啦，个 end part 系弹噶。彈拍彈拍是第二個彈的，個 M 拍是第二個彈。一齊妄想哦哦哦哦哦哦，佢彈到 A minor 啦，因為佢係 F G 七 A minor A minor， 佢最後係兩個 A minor， 咁所以你要補多一個 A minor 落去。好啦，跟住剩翻嗰啲啦，嗰啲就係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噼里啪啦，這是真約哦哦哦哦哦哦。最後一下得啦，唔識彈幾多啦，可以慳翻啲力係啦。咁就一樣啦 ，boom boom boom， 再加個加字啊，第四拍。你的 bang bang bang， 係零個零字，就係第四拍。啪啦，這是真央，個央字係第四拍。這是真央，個 M 拍喺個是字同埋個真字中間。這是真央，咁所以個。第二個彈咧就喺、是、個是字同埋個真字嘅中間咯，這是真一，哦哦哦哦哦哦，係、哦、啦，係、哦、啊，好開心啊呢首歌。好啦，咁我成個 second chorus 咧，我就唱一次先。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噼里啪啦一齊妄想，哦哦哦哦哦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这是真约哦哦哦哦哦哦，好，弹一次慢嘅 ，boom boom boom， 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噼里啪啦一齐妄想，哦哦哦哦哦 ，boom boom boom， 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噼里啪啦这是真约哦哦哦哦哦哦，系啦，就系咁啦。咁啊，其實學音樂咧，我覺得係難在咧，就係話，其實你嗰專注力要好咯，要好專注，但係同時間咧，你又要好分心喎。咁所以其實音樂最難咧，就係你要兩樣條件你都具備。其實一個專注嘅人咧，你就好難話可以好分心嘅。咁但係彈同唱咧，就真係係兩件事啊！你嘅真係要將你個腦分裂。咁其實咧，基本上咧，最好個方法咧就係彈還彈，唱還唱。即係基本上我係其實係唔應該咁樣去逐個字去對嘅，因為咁樣就係會係機械化咗嘅。咁因為有時你唱歌嘅情感，你有時會慢啲啦，你有時會快啲噶嘛。咁彈就係唔會噶啦，彈你就係保持個節奏啦。因為其實就你當呢個 ukulele 好似一個有音樂嘅鼓咁樣啦。咁個節奏係要穩定嘅。咁但係你唱嘅時候，你有時嘅情感係會有啲快有啲慢嘅，咁所以其實最好你唱到好熟，跟住彈又彈到好熟，然之後將兩件事你要將佢諗成兩件事咯，而唔係一件事咯，然之後兩件事同時進行咯，即係要將個腦分裂開，係咁所以其實學音樂最難嘅地方咧就係、是、要嗰個協調能力咯，即係因為其實如果你話你要彈一樣嘢彈得好咧，只要你練習咧，其實基本上 O K 嘅。但係協調真係係好有啲先天性嘅，即係譬如你個腦嘅構造，我覺得係有啲先天性係，都係比較長氣嘅。好，講到呢度先。
好啦，咁跟住到最難嘅部分啦，跟住我留翻最後，因為呢度真係好難，真係個 verse 嗰度咧，開頭嗰度係咪？嗰度真係幾難嘅。因為我唱一次先。佢第一個音咧係你咧係個 G 音，你打把支吉他，哇！我唔知道唱唔唱到，係啦。你打把支吉他，我敲出一套鼓，你一隻主打令你興奮。推着千只杯，我冲向一扇窗，以声音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会被搬会崩。系就系咁样啦。哇，好彩唱到啫。系啦，咁弹法就唔教啦。吓，咁但系咧，佢嗰啲字咧就系好多啊。咁所以咧，你要唱到滚瓜烂熟先。係啦，直情係唔使睇嘅，識得背嘅，同埋你可以好似急口令咁樣好快可以唱到出嚟嘅，咁你先至好同時進行呢一樣嘢。咁大致上係咁樣嘅，彈咗先，彈咗先唱。你打爆支吉他，我敲碎一套鼓。我再嚟多次啊！你打爆支吉他，我敲碎一套鼓，喺吉他嗰度咧就係拍彈嘅。你打爆支吉他，我敲碎一套鼓，個一字就係第四拍啦。跟住轉 G 七，那一隻主打令你興奮，一彈完即刻唱到。那一隻主打令你興奮，個粉就係第四拍啦。那一隻主打個打字就係個 M 拍啦。嚇，而家撳緊 G 七嘅。那一隻主打令你興奮 ，OK， 咁成段就係咁啦。你打爆支吉他，我敲住一套鼓，那一隻主打令你興奮。咁跟住 A minor 啦，又系彈咗先唱。你推跌千隻杯，我衝向一扇窗，以聲音互相吸引。係啦，咁又彈先唱啦。你推跌千隻杯，我衝向一扇窗，個一字又係第四拍啦。係啦，跟住再彈完先唱，以聲音互相吸引。係啦，個雙字就係個 M 拍，個引字就係第四拍係打嘅，個雙字係彈嘅。以聲音互相吸引。其實不一定是這樣的，其實即視乎你唱得快慢而已，所以最好你將兩件事分開，即是你彈彈到滾瓜爛熟，然後你唱唱到滾瓜爛熟，然後你就將這兩件事很自然地去合在一起，即是就不要說好像一個對一個這樣，這樣就很機械化了。我教就唯有這樣教啦，但其實我不是太 suggest 你們是這樣的，是應該是將兩件事分開，即你要加一些心象，這些叫心象，即除了視覺、聽覺，還有一些是心象，即你在腦裡面應該有個圖形的這樣，跟著又怎樣，即手是怎樣動，有個圖形的，是的，不過我複雜化了啦，講得，那你可以不用聽這些廢話了。好，那跟著了，繼續了，咦，還有第二段未彈喎，原來，是的，verse 2了。你这里碰碰，那个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器官会崩。咁样啦。咁第二段嗰度咧就系个那字系第四拍啦，那里碰碰个那字啦。中了会闪灯个灯字啦。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啦，又系第四拍啦。没器官会崩个崩字啦，个崩字就系第四拍啦，即系最后个字啦。啊，系。我唔記得咗講添。其實咧，我有個譜可以下載嘅，喺個 description box 嗰度咧。咁其實嗰度咧，我係 mark 咗啲位嘅，邊啲係個打位嚟嘅，即係第四拍嗰個位。咁有 mark 到嘅。咁所以你咁樣你 print 咗出嚟就會清楚啲。不如咁啦。你這裡碰碰，那裡碰碰，中了會閃燈。我這個碰碰，那個碰碰，沒器官會崩。OK， 好，跟住到 pre-chorus 啦。pre-chorus 咧就係、是、彈拍彈 beat。跟古筝和睡彩最亲，不知交响的命运，谁也去碰碰和吻吻，有些恋曲，拍迟咗添，系啦，咁呢个就系个 pre-chorus 啦。好啦，个 beatbox 系点咧？首先弹完先唱，弹拍弹 beatbox。即係彈拍彈，你要完成咗頭三個動作先。彈拍彈 ，beatbox 跟古箏和睡彩最親，想知交響的命運。
谁也去碰碰和吻吻，有些恋曲个些字，有些恋曲个些字先系第一拍，所以些字你先至弹落去啦。系啦，因为好，咁而家我由头唱一次咯。咁佢第一个音咧系你打爆支吉他个你，你系个 G 音嚟嘅你。咁又啊，如果想有个前奏去准备一下，咁你可以将头四个 chord 弹一个 round 先至开始都得。咁我而家试下唱一次。我希望唱到啦，开一个 take。你打爆支吉他，我敲碎一套鼓，你一只吉他令你兴奋。别推掉千只杯，我冲向一扇窗，声音互相吸引。你这里碰碰，那里碰碰，中了会闪灯。我这个碰碰，那个碰碰，没喜欢会吧。beatbox 跟古筝和谁才最亲？想知交响的灵魂，谁也去碰碰和吻吻。有些恋曲，哦哦哦哦哦。轻松比激烈更好，哦哦哦哦哦哦，应该保守与坦露，哦哦哦哦哦哦，情歌怎么写没有谱，哦哦哦哦哦哦，从和弦或乱撞里探讨，砰砰砰碰到你的 bang bang bang， 陪你碰一齐妄想，哦哦哦哦哦，砰砰砰再加你的 bang bang bang， 陪你扮这是真一，哦哦哦哦哦。真係一 take 過搞掂喎，係啊，好開心，我自己都好開心彈到呢首歌。好，咁你哋自己可以去慢慢去練習一下啦。我希望你哋成功彈到啦，希望有好消息啦。男仔就夾兩間就 OK 噶啦，就可以彈到嗰、那個、原唱。不過你唔夾都 OK 嘅，因為 Anson 佢本身唱得係比較高啲嘅，因為可能即係呢首歌需要一啲嘅 hyper 嘅感覺啦。咁佢都唱得高嘅，咁你唔夾咧，我覺得都冇問題嘅。OK， 好，多謝收睇，拜拜。